今日の1秒ごとに蝕む冷たい孤独が僕の世界を研ぎ澄ましていく。僕たるゆえ、見るがいい。する完璧で愚かなアニマ、焦燥すら失せた街中ノイズの歌、快楽的な君は甘い蜜を吸って、定感的な僕ら退屈に気がついた。感受性可視化しかけてる共鳴、徘徊する夢見観察できないエントロピー、誰かに刻まれたシストロン、生まれ変わる派手な進化論、ならば外で君は何を見せてくれるの。結末は今意味を重ねる、名前も知らない場所へ、学面を飾る祈りはただ剥がれ落ちてく幻、僕の声はどこかに届いたと、そう信じているよ。不是看来太，就说我去洗手间后，就说我去洗手间好吗？活动怎么打的？我看一下。啊，是这个 哦，麻烦的这个。阿斯卡衣服敢不敢穿好？哦，怎么办？这么麻烦，这么花时间，突然不太想。要多久？
这是之前编的哦。哦，头痛呢，不想玩了。卡片怎么办呢？头痛。啊。打就对了，全部解除重编。是重编花时间，它可以哦，还有自动变成，自动变成吧，反正变的。打卡的话，这边打就对了哈。我私も知らなかった、私の魅力見つけました。しっかりできましたよね。为什么里卡叫盘子啊？哪就有代币，有币就可以抽，好好好。
可以抽卡哈？是抽卡，不是换哦。这个等于邦邦的抽箱怎么做好？特別なお仕事をクリアして報酬を獲得しましょう。仕事が早く終わったのはいいが。是在这边抽是不是？卡在哪？我好多卡。哦，卡好像在后面，有这么后面吗？啊，这边一张。还有，不吧？第七才有，才有我们的阿力姆。要是随便抽就抽完，真的吗？抽十个要100个，180。所以要一直往前抽，抽到没有为止哦，才能跑到下一个。哦，刚打满。打的越多啊，比如说一二三这些数字，之后越后面的舞台越多吗？那行，リーナのロックな姿。見せてきます。
等一下，这分数条是怎么回事？这分数条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了建议队伍吗？这个分数条是在取笑我是不是？还是自己爽别就好了，我觉得。打就好了嘛，那这故事的一二三到底差在哪里？八十很短，小练卡怎么办？我就边打边练卡。打邦邦欸，喂，哎呀哎呀，对哦，还有娜娜欸，怎么办？我练，八十七，怎么长这么像？名字却不一样。抱歉。还没啊，昨天抽光了啦，请看昨天的 BOD。Hello， 唐小玉。是啊，比较少。哦，你不绑死哦，这个。我懂了。先来一发，也是可以的。卡片比较少的。
げてる。有钱的也没关系，随便打，乱编的。哪个？问。里卡。啊，随便，青菜啦，青菜卤。9:02。哦。什么时候换邦邦嘞？三张还是四张？有没有这么夸张？啊，四张！アスカ、よしアスカ。太夸张了吧？四只是怎样？打个几手换方法的玩家真的强，谢谢云玩家，云玩家如果僕が僕たるゆえ、見るがいい。我是开错难度吗？等一下，这个难度30题，真的假的？没差。大堆道具。
しい私をお届けします。受け止めてください。目覚め僕の声はどこかに届いたと。そう。没有队长就是这样。N 加。これじゃ足りないと。N 都还没脱康复 ，N 加还早嘞。不要太为难于玩家。
ハロー、マミラ。友達連れてきてください。リアムちゃん、本気出してない、どこどこ。这次活动取得一家平台好案，不知道没答过。欸，他最后这个是呛观众吧？突然想到。蓝色的是不是有对哦？是，好烦。反过来吗？还是这样子？有点忘记六分了，天啊！半嘞，今天没打算开到十点半嘞。可以换衣服吗？这边没办法。
哎、欸，我原本以为是咖哥的，真的。我原本以为是咖哥的，好，看来是爆了。哎，没办法、啊，这个爆喽！あらら、ダメじゃん。へこんじゃうな。十个，算了。快游戏了。